BLACKPINK 的成员们在 BLACKPINK 世界巡演北美站开始前接受了媒体的采访，详细介绍了他们的专辑、音乐会以及彼此的真实个性。女孩们谈到了要回归巡演生活，上一次世界巡演 In Your Air 是在2018年11月至2020年2月，访谈中被问到了演出前有什么特别的准备，结果答案让所有人震惊。当 Lisa 回答说她通常会做标准的伸展运动时，珍妮透露了智秀意想不到的仪式，表示智秀真的很喜欢吃辣面，就在巡演前吃辣的食物。珍妮解释道，智秀在演出前觉得吃这些辛辣食物会打开声带。此外，珍妮还开玩笑地补充说，即使她不同意，但依旧尊重她。在之前的综艺上，智秀就展示过她超能吃辣的一方面，超级重口味的拉面在智秀这里真的算是小菜一碟，西澈都被辣到满脸通红，而智秀却一直在吃，能看出真的很喜欢辣的食物。爱的韩舍，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